同一件制服，每个人穿起来的感觉都不一样。有人说，吴俊瑞啊，为什么你穿制服这么的好看？我只能说，这要感谢我爸爸妈妈带给我的基因。那至于在镜头的前，你可能会觉得想要恶心想吐，但是没有办法，这个是天注定。给四小的伙伴，比起结果，过程更值得我们去体会。无论是扛着行李箱走过的木栈道，还是每天晚上在603的约会。解决一道道的难题，未来不管遇到什么样的挑战，相信我们走过的，那我相信我们能够走出自己的一条路，一条路。下一张，只要我愿意。进去好吗？好，要让你进来，有条件，你要通过我的考验才可以。好吧。好，来，赶快着装一下，你要。失了你，赢了世界又如何？可
渴望遮天的梦。人因梦想而大，发小，你认识自己的梦想了吗？是不是？是不是？有想对可爱的、聪明、活泼的、善解人意的小朋友，很高兴能够跟大家在一起。那六天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希望你们在这个活动里面都能够有愉快的经验。可以交到一辈子的好朋友。六小的伙伴们，你们好，我觉得你们是最优秀的，希望你们可以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人。记得超越自己就是成功哦，加油！加油！第三小队说的是，真诚、团结、和乐是你们散发出来的特质。那希望你们继续保有这样的特质，然后你们真的是最棒的。在这六天五夜的回忆里面，我们两位的辅导老师都感受到各位的所散发出来的热力跟活力。那也希望大家能够把这种感觉带回去，然后也去服务你周边的人群，然后把这样的精神带给所有的人。那也祝福你们在未来的不管学业或者是以后的人生道路都很平安很顺遂。好，那最后我们要跟第三小队说，第三小队，我们爱你，我们爱你。觉得我们第二小队的小朋友，辅导老师都不用担心，他们会自动自发完成所有营队交代的任务。我觉得他们是最强的。真的真的，他们应该是无敌强。好，那讲完了小队。我们好像应该也要感谢我们的竹生高中的团队。对对对对，好，那现在我们就来感谢再感谢。行政人员，哦，我吃爸爸。吃爸爸，连我刚刚都嘛吃两碗饭哩嘞。哦，三碗半。三碗半。有较肥的感觉。那比第一天肥足多。安尼，感谢再感谢，感谢罗浮童军歌舞团的演出。对啊，罗浮童军哦，这间真正是做辛苦的，七早八早就开始提因个啥大黑哦出动啊，就开始搞咱表演，带咱的小队去跳舞。来，感谢再感谢，感谢回馈学员的倒三工。对对对对，啊，总共一句就是感谢大家啦！嗨，我是亚芳。嗨，我是姐姐，我是尹杰。谢谢大家，在这次团队的一起合作。谢谢。拜拜。拜拜。虽然就要离别，但结束是另一个阶段的开始。祝福你们平安顺利，加油！可爱又充满活力的我们
Lucky Seven Elephant 的象宝宝们，大家好。很快的六天五夜的时间，十五节的归期啊。有中间呢，有看到大家都很努力的在学习。虽然有一些波折，但是最后也都顺利的完成这些任务。那但是大家的成长哦，教官都看在眼里。对，不要怀疑，你们在上课的时候，教官都偷偷在看你们。我没有在监视你们了。好，那现在呢，大家马上就要回到自己的学校了。但是记住，你们永远都是七小队的一员。有什么事情，我们还是可以互相的，当作朋友啊，一起来，一起学习，一起成长。那教官在这边要祝福大家，以后都能够找到自己的专长、自己的兴趣，然后去努力的发挥，设定自己的目标，努力的去达成它。最后，我只能讲加油。